第一位，请萧永达议员质询。好，陈市长、康议长、各位市府同仁、议会同仁、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敬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总质询我讲的题目是民进党完全执政新思维。完全执政对高雄市民来讲到底好不好呢？政治学上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是政治学上有讲民主政治呢，就是市民做主。完全执政到底对高雄市民好不好，要看执政的结果来论断。所以执政的结果要好，那就要落实公益。所以我主张呢，落实高雄经济正义。那怎么落实高雄经济正义呢？我们这个会期在审总预算，从105年度的总预算呢，就可以实现经济正义。我们今年的税出总支出1246亿，在五都里面我们是排第四名，输给台北市、新北市跟台中市。然后呢，我们的净举债74亿，所以最近几年呢，高雄市政府呢大幅删减税出，有看到效果，然后呢整个税出规模下降，然后举债呢也大幅下降。所以今天呢我只讲两个题目，一个在税出面呢只讲议会预算，因为议会预算呢从我当议员今年第九年到现在从来没有删过，删的数额是零。好，那康议长呢开议的第一天就说议会预算呢要严格审查。那税入的部分呢，我也只讲一笔，地价税。因为呢根据我的研究，如果今年的地价税做合理的调整，那高雄市所有的财政问题大概通通都解决。好，那以下呢就是我针对议会预算跟地价税做的报告。先讲议会预算的部分。前几天呢，康议长召集我们党团总召张胜富议员等呢，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的名称叫做“承担的勇气，议会改革从高雄开始”。那在9月24号呢，议会开议的第一天呢，康议长也明确表示，要刮别人胡子，先刮自己。在此之前呢，议会的议员呢几乎没有人针对议会预算发表过意见。啊，既然议长这样讲，我就以前没有看过，就这次就认真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问题。议会预算到底怎么编的？它其实是由9个委员会跟9个主事编出来。这9个主事呢，就是比如说是总务组啦、议事组啦、公关室啦、人事室，就是18个单位送一路送上来。那送上来有什么结果呢？送上来这个结果可大了，就是呢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连续5年在6都里面高雄市议会的预决算都是全国第一名。那预决算全国第一名，我们来看，这是101年、102年、103年。103年这一年的高雄市不是被删了57亿吗？有很多很多理由，结果呢这一年预算呢还是全国第一名的，74亿。那大体的状况跟101年都是很类似。101年呢议会的预算呢7亿6千万，决算呢7亿6千万，台北市呢是7亿3千万，新北市呢是5亿7千万。换句话说呢，我们比台北市多花了3000万，比新北市呢多花了1亿9千万。那今年呢105年我们要审的预算呢，我们是8亿6，也台北市是多少呢？8亿，我们比台北市多了5000万，比新北市呢多了快2亿出来。那大家的直觉，那就是人事费用啊。因为台北市的议员，我们66个，他63个，我们跟新北市的议员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职员工呢比新北市多了100多个，是不是就是多这些钱的原因呢？我算了一下，还不止这样。比如说一个议员呢，市民养一个议员总共要花多少钱呢？根据
地方民代自己条例呢，养一个议员，包括他的助理呢，总共要花费呢637万，好，全部薪资的，包括 连给助理的费用637万。这是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了哈。地方制度法第52条有规定，就是呢，议员领这些费用呢，要以法律定之，而这个法律呢，就是地方民代自己条例。地方制度法还有52条，还有另外一个规定，非依法律不得自行增加其费用。换句话说呢，议员要领薪水呢，就是地方民代自己条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所有的费用呢，你都不得支领。那637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比台北市多了3个议员，对不对？它是叫天龙国嘛，天龙国的议会一定是福利待遇最好啊。我们只比他多3个议员，所以我们呢，如果跟他福利待遇一样好，只能多多少？637万乘以3是多少？1900万啊！我们多了多少？我们今年多了5000万。那以前的决算数都是多了3000万，所以我们的福利待遇是赢过他的。那我们比新北市呢，多了121个职员。虽然我们的议员跟他一样，但是呢，职员有分5种哦。就是职员、职工、诸位警、约聘雇还有临时工，全部呢，我请会计师换算一下，我们比他多了这些人112位，其实只要多花多少钱？多花5400万。但是呢，我们的预算数都比预决算都比他多多少？多2亿哦，多2亿哦。你的职员工其实只花了多花5000万，议员的薪资跟他拿一样，那1亿5000万。怎么会多出来的？有2个原因，我归纳看这本预算书看完了，有归纳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在编预算的时候啊，当初是议会是国民党的，市政府是民进党的，府会在政党斗争呢，议会呢越权编预算。什么叫做越权编预算呢？你不应该，议会照常理来讲，你是审预算、审法案，在督促市政府，好、哦，督促市政才对啊。那办活动、补助人民团体是谁的事？那应该是市政府的事啊。议会应该是监督市政府行政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达到成本效益，有没有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民团体才对啊。啊，结果呢？最后的很遗憾，市政府办活动呢，议会搞得更大。市政府办元旦升旗，议会也办。我这个是103年预决算数了，这蓝色的是决算数，已经花出去的钱。然后每年呢，请明花园呢来文化中心唱歌仔戏，孙翠凤都来，花多少呢？170几万、哦。然后呢，不是依法律规定议会可不可以补助人民团体啊？不能补助嘛，对不对？市政府补助就是1万2万，议员去要也一样，有一个标准啊。议会不能补助呢，就巧立名目胡编预算。它叫什么呢？叫做人民团体办活动呢，分摊金。好、哦，我没有补助你，只是你办活动，我分担你钱。好、哦，啊，这样算不算补助啊？反正人民团体只要有钱拿就可以了，他管你政府的名目是什么？好、哦。很多这种名目啊，比如说呢，年节送礼，年节送礼，我刚刚念过地方制度法第52条，年节送礼呢，变了800万，可不可以送给议员？很抱歉呐、啊，本人都有拿到，而且每一年都在拿啊。我现在想一想，好像违法了。还有呢，这个是请客吃饭，还有呢，招待记者，200万，花了190几万，这是在103年。记者是第四权，是在监督议会的人，你还可以招待他出国、哦、要招待记者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很辛苦，但是你要自己花钱啊，怎么花纳税人的钱在招待记者呢、哦、这些是什么？就是议会越权编预算、哦、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高雄市议会的预算居高不下，金长门居高不下。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把议会啊当作休闲度假中心了、啊，造成金长门预算呢、啊、居全国之冠。什么叫做休闲度假中心呢？你们都没有感觉到、哦、市长你有空在议会附近走一走、哦、议会呢有游泳池、哦、这
网球场呢，其他议会有，一般议会我们每一年呢都有网球比赛，有桌球比赛，这是全国六都十六县常态性的比赛。我现在列出来的东西啊，都是只有高雄市有，其他各县市都没有，也不可能这样搞。是怎么搞呢？弄一个游泳池，每天呢大概就是一两个人在游泳，没有几个人在游泳啊，但是呢水全部都放满，然后呢有还有别墅，还有什么健身器材，还七楼呢有三温暖浴池，有烤箱，有蒸汽室。所以呢我们的水电费，高雄市议会明明才200多人，我们一年开会开几天呢？开140天，其他的时间是不开会的。议会主要就是开会的地方嘛。那我们的水电费多少呢？1000多万，1082万，这是决算数哦，103年的决算数哦，光水电费哦就1082万。啊，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把议会当作休闲度假中心了嘛。那这个现象呢，就造成我们的金昌门呢居高不下。好，我是高雄市议员，今年做呢第九年了。我在这里哈，也觉得有些行为以前做过的，坦白说知道有错。然后呢，议长呢在开议的时候明确宣示，所有的议员要刮别人胡子之前，要先刮自己，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我身为高雄市议员，身为民进党的议员，我一定做康议长的后盾。我在此宣誓，本人萧永达愿遵守地方制度法52条规定，只领取依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几条例所编列的金额，从今天开始依照高雄市议会预算书额外送给本人及家属的礼金及礼物，概不接受。若违背誓言，愿立即辞掉议员职位，并不再参选参与公职选举。以上是我对高雄市民的承诺。高雄市呢第一次呢府会都由民进党来担任，完全执政，照常理就应该完全负责。过去国民党的时代花很多钱做公关，花的通通都是纳税人的钱。民进党的价值是什么？民进党的价值就是勤廉勤政爱乡土。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落实我们的价值，花越少的钱做越多的事。所以我主张今年要大幅删减议会预算。府会同事民进党，我们可以终结政党恶斗，不需要再拼场了，议会也不需要再办那么多活动了。议会应该回归到议会的角色，认真监督市府执政，市府跟议会权力要明确分工。以上是我的建议，请陈市长回答恰不恰当。主席请市长回答。市长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是市府的监督机关，市长您要回答。市长请坐下，时间暂停。市长请坐下。高雄市议会是高雄市政府的监督机关，高雄市议会本来就应该要用比监督别人更严格的标准监督自己。这个本席在议会开议的第一天9月24号就已经一再的声明，而且在内部会议也一再的跟议会的主管说坚持议会改革，从高雄市做起。谢谢萧永达议员的支持。议会过去的种种我们要盖瓜承受，但是我们绝对要改革。请萧议员相信这一届的议员会跟过去的议会完全不一样。谢谢。好，好，时间继续。好，谢谢康议长。因为议会的改革主要的领航员是康议长，所以这一方面由康议长来讲是更恰当了。因为我康议长拍谁的，我只能请陈市长回答，不能请你回答。不过你要主动回答是更好，因为你不是我自己的议会要自己救，不要靠别人救。对，自己的议会自己救。
来，我来讲今天第二个议题，就是地价税。地价税只要调完了，高雄市政府过去有关财政的讨论大概都可以终结。那地价税要怎么调才合理呢？在9月18号的时候，民主进步党第一名的立法委员呢，叫陈洁如，他有召开一个公听会，题目呢就是地价税要怎么调才合理。那公听会呢，有中央地方的官员，还有民意代表、学者、人民团体，参加，有这么多人。其中特别介绍一个，这个花敬群教授，这是蔡英文主席不动产政策主要的负责的教授。他们做了一个结论，这公听会的结论是这样，就是今年底前需完成三年一次的公告地价重新规定，建请各县市应依照三年的公告限值涨幅之累积为调准基准。那换句话说呢，把它换算成公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105年地价税到底要收多少钱呢？就是编在这本橘色的预算书里面，你那个地价税要收多少钱才合理呢？应该是根据103年地价税的决算数乘上近三年公告限值的涨幅，这是基本的公式。那这个公式叫做什么呢？这个公式呢，我把它叫做维持现状。什么叫做维持现状呢？就是台湾的土地状况是这样，就是一块土地呢有三种价格，在市场交易的呢叫做市价，另外有两种价格呢是政府定的，就是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每一年呢地评会呢会调整一次公告限值，三年调整一次公告地价。然后呢地价税它的算法是税基乘以税率，税率是中央的法令，高雄市政府可以管到的是税基，那税基呢就是高雄市内的地价总额。那税基它的计算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公告地价呢是计算了地价税的税基。换句话说呢，你地价税的公告地价的涨幅多少呢？涨幅有多少呢？地价税的涨幅就有多少。好，那这我们来看近三年高雄市公告限值的涨幅是 6%、10%、15%、跟其他县市比起来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那问题是出在这一本呢由财政局编列的地价税是严重的不合理。如果根据陈洁如委员召开的公听会，他那个公式呢叫做维持现状。什么叫做维持现状呢？有三块土地，一个叫市价，一个公告限值，一个公告地价。公告限值呢每一年呢都随着市价在涨。那公告地价呢三年才调一次，照常理来讲你公告地价呢不能越来越偏离市价，照常理来讲你是越来要越接近市价才对。但是如果执行上有困难，如果执行上有困难，那就是维持现状啊！你公告限值涨多少，我公告地价就涨多少，维持一定的比例。那个比例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公告限值是市价的40%，公告地价是10%，所以你只是维持10%而已哦。换句话说呢，你要维持10%呢，公告地价要涨几%，就是把这公告限值这三年相乘，要涨合理涨幅是35%，因为这公告限值三年的涨幅是6%、10%、15%，相乘呢，三年就要涨35%，35%呢，103年的决算数是95亿，乘以呢这个35%的涨幅呢，所以应该收多少钱才合理呢？129亿。但是呢我们编在今年的预算书里面呢涨幅多少呢？涨幅 4%、所以只编了99亿，所以少编多少呢？少编30亿。那我跟各位报告，公告地价是三年才可以调一次，你今年不合理调整，明年可不可以调？明年就不能调了，
后年也不能调了。大后年，大后年是根据以前编的再调。换句话说呢，你不合理调呢，是每年少30亿哦，不是今年少30亿哦，是每年少30亿，三年就少几亿，90亿，十年呢就少300亿哦，就直接少300亿的税收哦。因为这个税叫公告地价税，这个税叫什么税呢？叫做持有税，它不随着景气波动影响，是最稳定的税收来源。那这张表呢，是高雄市呢所有人缴地价税分的状况，从1000元以下到10万元以上。那跟各位报告，在10000元以下的高雄市总共有90万户，在缴地价税1000元以下的有多少呢？有46万户，2000元到1000元之间呢37万户。那换句话说呢，有高雄市呢有10000户，有超过90%的人是在10000元以下，超过10万元以上的人占了不到高雄市人口的1%，才5000多人而已。好、哦、啊，但是呢，这不到1%的人口缴了多少地价税呢？哎，各位看一下，这多少？60亿，5000多人缴了60亿。好、哦，换句话说呢，不到1%的市民，他缴了高雄市的地价税呢2%以上。高雄市地价税现在多少？95亿，对不对？这不到1%的人在缴。换句话说呢，10万块以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呢，他是缴好几千万的。好、哦，那为什么要调高地价税呢？我来问大家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调高地价税？那不调不是很好吗？啊，你民意代表他个人完没从啊，吼、哦，啊，就大家拢卖掉，好、哦，啊，那不是上好？啊，有没有县市这样做呢？台湾大部分县市都这样做，吼、哦，而不然就只调一点点，只有少数的县市真的在合理调高地价税。那为什么要调高地价税呢？第一，你必谈调高地价税呢，结果呢就是对90%的市民征税哦。第二，合理调高地价税呢，市府10年内呢没有举债破表的余力。之前呢，康议长不是很多国民党的都在攻击市政府破产会破产吗？破产是假的啦，因为我们资产本来就大于负债，根据公债法只有举债破表的问题，那10年内我们也不会有举债破表的问题。我用两个简单的数学公式算给大家看，这是我家的地价税的税单。我家呢住在哪里呢？住在文化中心附近，走路到文化中心呢5分钟，开车到市政府呢3分钟，是不是黄金地段？福建街315号。我家这个王淑玲呢是我太太，这市长也认识、哦、名房子是登记他的名字。我家地价税缴了多少钱呢？跟市长报告，我家50坪，在住在大楼里面呢，还有游泳池，还有公园。地价税呢交给高雄市政府呢，你们只收多少钱？收847元、哦、这是我家的地价税、哦、税单847元呢。以萧永达一家三口的地价税来试算表，你如果有调跟没有调对我的利害是什么？你如果合理调35%、哦、那我家是847元，每年呢都就大概要多交给市政府呢300块、哦、那3年呢就缴你900块。但是你如果照财政局这个算法呢，我只微调从95亿变成99亿，只微调 4%， 那钱不够怎么办呢？只微调 4%， 你本来可以多收30亿的，那你就用市府钱不够就用举债30亿呢，谁来担？就277万的高雄市民，大家来一起分担这30亿。换句话说呢，每一个人呢就是要多缴1000多元，像我家3个人呢就3200元，3年呢就9700元。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合理调高地价税，我3年只要付900元，你如果不调高呢，我几乎要付10000元，等于是市民在替背债，而背
债对谁有利呢？只对 1% 的人有利。换句话说呢， 90% 的人要背债来为 1% 的人付地价税，这就是不调高地价税的状况。那再来，调高地价税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刚刚康议长你讲什么，自己的议会自己救，对不对？我就用你这句口号来，自己的财政自己救。财政局长有报告过高雄市的债券状况比中央好还是不好？我们比中央好嘞。换句话说呢，如果举债破表，根据公债法，中央会比我们更早买单呢，你知道吗？更早买单呢，所以我们自己的财政自己救，你不要再期待中央会给你多少钱，他会比你更早挂掉。那你如果合理调高地价税呢，市政府呢10年内呢是不用举债的。因为我们目前的预算剩余呢475亿，今年净举债呢74亿，你如果合理调高地价税呢，今年举债只要举多少亿？举40亿就可以了。今年举债只要举40亿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如果高雄市议会的议员认为陈菊市长执政不错，今年的税出完全都不删，完全都不删了，删除是零哦，删除是零哦，好，你合理调高地价税，预算就是政策的白皮书，以后接任陈菊市长了，你就照这本预算书编，我给你保证10年都不会出问题，钱都不要删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举债空间还有475亿啊。你合理调高地价税以后，你只要举债40亿就好，475除以40早就破10了，十几年即使 GDP 都没有成长，公事都没有调整，也都不会举债破表。那这个呢是高雄市的地平会委员，地平会委员呢总共15个，其中呢市府代表呢有7个，然后议员1人，其他呢是学者专家。换句话说呢，市政府呢对公告地价呢有绝对的影响的权利。所以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地政局长跟财政局长站起来一下，是不是？主席，请财政局长，我问你一下，一个班上有风气股长，有康乐股长，以财政来讲，你扮演的应该是风气股长的角色嘛？因为你每天都在讲财政纪律嘛，对不对？那个财政纪律应该是黑脸的角色，那经发局长、社会局长，这应该是白脸的，因为这是企业补助啊，弱势团体补助啊。那照常理来讲，合理调高地价税，我刚要引用陈洁如委员那个公听会，地价评议委员会你有没有参加？每一年都有参加嘛，对不对？每一年都有参加，那个调公告限值你都知道嘛，光今年就调了 15%， 对不对？今年的公告限值就调了 15%， 如果以维持现状的角度来讲，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应该是联动，光今年就调了15%，请问你为什么3年调一次你会调4%？解释一下。请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萧议员哈、那非常敬佩萧议员刚刚这样的论述了，没错，只要公告地价调高，我们地价税一定是增加，一定是增加。但是这边要跟萧议员报告的就是不像这样比例增加了，就是依我们过去几年的统计，不是说调高35%，我那个数字就会跟着会调高到30亿，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互相研究。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公告地价只要调高，地价税一定可以增加。哇，局长你怎么会答成这个样子啊？康议长我赶快昏去了。好，那既然这样，我就给你上个课好了。你学财政的，我学电子的，地震局长你学地震的，我们3个人一起到美国去留学，考试是考同样的科目，他不考你财政，也不考你电子，也不考你地震，他考什么？考3科而已，一科呢叫做我们现在在讲的
辩论就是语言了。第二科呢叫做数字，第三科呢叫做什么？叫做逻辑。所以在总质询的辩论，我准备了那么多资料，苦口婆心的跟你讲，我们现在是在辩论的。辩论你要根据什么？根据数字，根据逻辑，这才是做学问、回答问题最基本的态度。那我再重新再问你一次，你每一年都参加地价评议委员会，每一年都参加吗？你是里面的委员之一，也都知道三年的公告限值涨幅是 6%、10%、15%， 光今年就是 15% 了，你有参加吗？一块土地有三种价格，市价、公告限值、公告地价，这三种价格，公告地价已经是市价的十分之一哦，已经是便宜再便宜了。台湾的持有税是世界最便宜的，那照常理来讲，你是财政的风气股长呢，你不是康乐股长呢，你照常理来讲，你应该是编足预算。如果执行有困难，如果大地主、如果建商来施压，施压跟你施压，或跟议员施压。啊，你嘛，大家嘛拢知影，阮议员、双计、建商、大地主都会捐钱给我们的，应该是我们当白脸，你当黑脸的。你现在搞过来，你自己大删预算，你现在是当大白脸的，自己删预算可以多增加30亿的，你不说你们要砍掉，你知道砍这30亿什么意思吗？高雄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大砍预算多少钱？57亿。光你一条地价税就砍了90亿了，你知道吗？你同不同意我的讲法？根据数字跟逻辑来回答，不要讲那些基本常识。你同不同意啊？我同意萧议员的意见，要合理调高这个地价，要尽量去接近市价，这个理念我是完全赞同。哦，这完全赞同。我只是跟我现在在问你的做法，你根据数字跟逻辑，我那数字到底哪里有错？逻辑这样对不对？根据这个回答了，不要再讲基本常识了。我说原则上，我刚刚跟你答复说，原则上地价税调高，真的地价公告地价调高，地价税可以增加，但不是这样同等幅度的增加。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统计的事实，实际的事实。啊，对了，我刚刚跟你讲那个35%，那35%的部分，我跟你说明，你只有4%嘛，跟35%是差太远了。你不是差一点点而已，光公告限制，我刚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你自己去开会，今年自己同一块土地，你就调了15%，怎么会三年调一次呢？你才调4%嘞？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议员的职权是什么？议员不能主张增加预算。其实我现在讲的话，你不能照做嘞，你能照做吗？不能照做嘞。议员也不能在审预算的时候说这个你调这个太低哦。要调高啊，议员可以这样讲吗？议员是不能这样讲啊，是违背议员的职权哦。议员只能删预算，不能主张增加预算哦。我现在因为我是利用总质询的时间跟你讲，你在编预算的时候当个大白脸，等于是议员。照常理来讲，你应该是当黑脸，让议员来砍预算当白脸，结果你自己把预算都砍掉了，这个预算还怎么审啊？我跟萧议员报告，我明年度的预算之所以从95亿调高到99亿，是依据我们税监处还有我们财政局各方的资料研究 study 的结果，依据实际我可以收到的数字编列出来的。你可以收到的是不是地价税跟土地增值税是不一样的？是土地增值税我们今年调降，那我没有意见，那是因为市场景气好，会不好，很多人都这么讲。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交易税。交易税还可以说景气不好调降。地价税是叫什么税？叫做持有税。持有税跟景气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啊？我没有说跟景气，我说依据所有的资料，我根据什？你到底根据什么资料？我不是跟你讲吗？陈洁如那个公式叫做什么？叫做维持现状，就是一块土地三种价格，这三种价格维持在什么？公告地价是市价的十分之一嘛？是啊，它已经市价已经涨了三年了，公告地价如果再不完全都不涨，或只涨4%，那是不是越来越偏离市价？哇啊！没名起定，你这刚刚这不是我跟萧炎报告，我跟萧炎报告，
这个比如说你刚刚算的三年的公告地价这样乘，这三年要调整35%，但是事实上依据十几年来我们的统计并不是这样算的了。你这种合理的算法我们尊重，但这不是我合理的算法。你我刚刚有没有跟你看那个，我说有多少人参加内政部财政部的官员地方的官员学者专家都在里面，那怎么会是我呢？我肖永达是算什么东西？实际上的数字叫你接受呢？我跟肖远报告，实际上的数字不是这样，过去十几年来的数字显示不是这样的乘法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些我们这个地价税有些是要缴税的，有些是不要缴税。依据我们高雄市有60%都不用，是免税地，只有40%才是要缴税的地价税的。所以这种分布也有关系，就是很多种因素，还有前几年我们收来的。小眼可以去看我们的预算是跟决算是，这几年我们编的几乎就是预算编多少决算就可以说多少，大概都是这样，我们是依据这样综合考量编出来的。哇，李定啊，这边名啊，这财政局长这个回答，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还跟你上了一课，要根据这里的回答，要根据什么语言、数字，然后再来一个呢？我给你是啊。再来第三个是什么？我给你考试，看你有没有听进去。第三个是什么？我刚不是跟你考说 GRE， 不管你念哪一科，出去都考那三科吗？为什么？第三个是什么？逻辑啊，对啊，逻辑啊。你讲话有没有符合逻辑？你要看我数字对不对，然后根据这个数字推演的逻辑对不对？啊，这个也不是我推演的，那是一群学者、专家、立法委员开公听会出来的结果。35%，你那个4%，这差太远太远了。你这个就是造成高雄市长财政陷入困境的，永远都是人家在讲的举债破表，你这个调一调不就没有举债破表的问题吗？你还谈什么开源节流？我告诉你，如果照我的做法，税出完全都不用删也没关系，你只要去对到1%的人调高地价税就可以，这不是很简单吗？我很好，你先站着，我反正你能做的也是这样。来，我请教那个地政局长，现在你们在编公告地价嘛？那你的看法是怎样？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萧议员对于这个公告地价的一个关心。刚刚萧议员所举的这个公听会也好，他也是一群专家，他是建议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不过我在这边跟萧议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公告限值它是一个课税的土地增值税的依据嘛，刚刚你也提到说是交易的一个课税的一个标准嘛。那地价税基本上它是持有税，它是用于地价课征这个天然地租的这种性质啊，所以内政部它才会在88年才会解释公告地价的调整，它不全然是靠这个景气，它景气只是参考之一而已。过去的公告地价的一个调整状况跟这个社会经济状况还有地方财政需要，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内政部的官员有参加公听会的？对啊，但是他那边只是建议而已啊，我有看到他里面的一个结论。那还有一个地价民众的地价税税负能力，这五项的一个因素综合考量以后才来这个评断这个公告地价的一个调整状况。局长，所以我们那五项我通通都知道啊，你也告诉过我，感谢你。照常理来讲，那五项你只能考虑2项，就是以前的公告地价决算数是多少，近三年公告限值是多少，另外3项呢其实不应该是你地政专业应该考虑。另外3项是什么3项？第一就是民众的负担，这应该谁来考虑？应该社会局来考虑啊。第二什么经济发展，这应该是谁在考虑？应该是经发局在考虑。第三，市府的财政状况，这应该是财政局在考虑，只是他从来不考虑而已啊。这照常理来讲，你地政专业应该考虑的就是什么？一块土地市价、公告限值、公告地价三个之间，你要维持现状。照常理来讲，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要逐年接近市价，这才符合宪法，才符合平均地权条例里面的规定。你如果现实做不到啊，现实做不到维持现状是最好的状况啊。所以你应该本于你的专业，你是地政局嘛，
你不是经发局，也不是财政局，也不是社会局。如果市政府气爆都有办法处理，那么困难都有办法处理，你只要把钱收进来，有企业因为调高地价税经营不善的，那我就经发局补助啊。如果有民众因为这样生活有困难，那就社会局补助啊，就退税而已啊。你钱要收进来才有办法退税啊，你钱不收进来怎么退税啊？所以你地震局，尤其你叫那个你们的地震作业人员进去评估一块地价，台湾已经够复杂了，一块土地有三种价格，照常理来讲那三种价格应该是根据你的专业去评估啊，而不是把你非专业的因素，把经济发展啊、财政状况啊、民众负担啊一起考虑进去。那我问你啊，地震作业人员会不会无所适从啊？你同不同意我的主张？谢谢议长，谢谢萧议员。我们地震同仁他的一个作业方式完全是按照内政部他所规定的这些这个地价查估的一个估计规则里面的相关规定来做的。那所以他内政部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规定？事实上他公告地价还是一个公告公有土地放租的一个标准，除了地价税以外，公有土地放租的一个标准啊。啊，所以我们在衡量的时候是全盘来考量的，哦，啊，所以刚刚提到说这个是不是要跟公告限值这样联动的话，我们当然是说，如果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有那个发展的话，那当然要适当的课征那个徽因个人所投资劳力的一个地租受归公有，这个是对的啦。所以刚刚萧衍一直希望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价能够做适当的调高，我们也都希望是朝这个方向去做啊。但是真的是很多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需要再加以审慎的一个考虑。你是地震局长，来，我问你一个地震的问题哈。一块土地有三种价格：市价、公告限值、公告地价。好，然后那个调幅35%，那个不是调高，那个叫做维持现状。你同不同意我的主张？因为跟萧远报告，就是这三个之间的联动关系才不会越拉越远，你同不同意？公告限值跟公告市价要接近，这个我同意啦。啊，但是公告地价的部分，当然是朝有建设，那当然要课征这个地价税，那是没问题啦，哈。啊，不过我在这边跟议员报告，就是说这三种的一个价格，这个都是法令规定的，这个也不是我们地震人员凭空创出来的。啊，法令上他也没有规定说这个公告地价跟公告限值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他也没有规定。哦，他只是说这个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价格嘛。这个是市价要买那个公告限值要逐年正常的一个市价。一般正常交易价格不是市价嘛，齁，哦，啊，这个我知道，但是要逐年接近市价，这是法律的规定嘛，齁。目对它是法律条例第40条它有规定公告限值要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价格，没错嘛。所以一般正常交易价格，齁，哦，虽然不是市价，但是应该跟市价不会差太远嘛，齁，哦。啊，所以呢照常理来讲，齁，哦，你这个公告地价在征收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是市价的10%，你如果再让它再低，其实是图利的特定对象而已啊。我刚刚那个算法只图利1%的人，不到1%的人，你同不同意？根据那个算法，你同不同意？目前刚刚提到的这个5000多个，那个的确是贡献相当大的比例的一个地价税啊，哈啊，没关系啊，我们辩论。我跟萧远报告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公告限值快到了，是其他用书面回答来，你们两位请坐，好，哦，两位请坐。我来请教那个陈金德副市长，你是地评会主委嘛，地评会什么时候要开会，然后你认为公告地价调幅要多少才合理？好，谢谢议长，谢谢萧议员。那地评会大概12月中，那最慢12月底之前会召开了哈。那根据我们目前的手头资料，那么我们最近也办过6场座谈了，大概包括这个估价师工会、地震师工会、仲介、代销、不动产投资，共办过6场，有主张这个减缓的，也有主张微调的了哈。不过，那么104年的公告限值已经达市价大概90%了啦。
那如果要接近市价的话，那么当然可以逐年完成。所以当然如果公告限值的调整呢，必须回应明年，假如105年回应明年市场的涨幅啦，那个趋势，所以大概会回应明年的这个涨幅。那明年的状况有估说会继续看坏，但也有说会只是趋缓而已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102年的本市的公告地价来看，是大概市价的24%了哈。那当然3年来，刚才萧议员所举的那个例子，因为公告限值3年调了35%，所以维持现状当然是调35%。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你那个讲错了，公告地价是一般正常交易价格的24%，不是市价。一般正常交易价格不是市价。OK， 那个就是说它低于公告限值哈。那刚才那个35%是这3年的公告限值的调整35%，所以所谓维持现况当然就是调35%公告地价。但是如果说只有单一目标要把公告地价接近公告限值，那当然是这样调。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市场的趋势，所以也要衡量，不能说我们调的这个幅度高于市场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中间呢，我们大概似乎说公告限值当然微调，但是公告地价会比公告限值调的幅度略高。但是至于如何，还是要看地评会，应该是合议制，看地评会还有相关各地政所，地政所他已经做了很多功课，这方面综合考量之后，那来做必要的调整。那我们感谢萧议员的这个指导了哈。那么的确公告地价102年来看，相较于交易当然是低啦，但是市场的趋势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谢谢萧议员，我们休息10分钟。